我看到，这边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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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云呢，不联系的，上面大的云，下面小的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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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好像是那个拍电影的时候。不是一个胶片嘛，叫针嘛，一针一针嘛，一针嘛，好像是呢，就是一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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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啊，针啊，叫针啊，一针一针，一针啊，好像那个针啊，我想到那个谐音了，这个针通打针的针呢，是个谐音呢，是个谐音呢，谐音，放大了仔细看啊，让我们仔细看每一针呢啊，看的仔细看。上面有个飞碟啊，看到飞碟啊，看到飞碟啊，下面看到那个，下面看到那个，下面看到有一片云呐，云上有几个人呐就是这个一看很清楚，就云，这上面云上有人，按照前面的提示的信息，应该是天人。远处就有云，很大的云，那是飞碟云啊！飞碟云要比那个天人称的云要大得多啊，要大得多啊！这不是同个能量等级，这个小，这个云同上面那个飞碟云比起来啊，天人称的那个云同天上那个飞碟云，飞碟称起来的话，这个是不是同个等能量级的啊？所以让我们仔细看，再看一次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从来的地方看过来，看过来，总是有那个，见人称的云在走的时候，他全然不知道啊，全然不知道，旁边有个飞碟，飞碟停着没走啊，没走，飞碟没走，他等那个，等那个，见人的那个，那个云。走完以后，他才飞过来。为什么？因为那个，那个天人称的那个云不结实啊，不结实。如果说那个飞碟一过来的话，直接就把那个，天人的那个云呢就碎掉了啊，碎掉了啊，碎掉了以后，碎掉以后，那些天人就掉到地球上来了。所以地球上的，有一部分人就是，被天人。有一部分那不小心是由于那飞碟飞过来的时候，碎掉了以后，然后掉下来的啊，碎掉以后掉下来，这种情况不多，但也有发生。飞碟是很小型的，但也会发生。我的那个小的场面就这样过来的啊，就是这样过来的。飞碟在受别人飞碟过来要发现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吧，掉下来了啊，然后就。就投胎过来了啊，到了地球上啊，他就这个样子。为了表明他们来去自如啊，来去自如，那么后来又把他带到天庭上了啊，所以那我们这边看起来就去世了啊，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那段时间呢，因为我到了美国以后呢，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还没有那个搞远程灵牌，所以呢，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呢，那边没联系我也不知道。事后听家里人说了以后才知道，知道这个事啊。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灵牌呢，就是一个不知道这个情况，事后知道了也没牌，好像也没实际没乘坐，牌的话也看不懂，好像是也写啊。反正到了这个时候，身体紧张了才知道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在深圳的时候，他就，尤其我帮他的姐淋排乳腺癌排好了以后，然后他的妈妈，那的妈妈那个肺癌啊，再说起那个我那个婶婶呢，江西财经学院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啊。
后来呢，有一天偶然听我叔叔讲啊，说我呢身上得了三个重大毛病，学医的人就知道，三个左胸部三个病，都很要命的，一个肺结核啊，说发生了肺结核，另外呢发现了肺癌啊，另外呢发现肺内溶杆菌感染，这么一搞以后就没办法了，就是把那个主胸部那个主肺切除掉了，然后切除掉以后呢。切除掉以后呢，那个就少了一个肺以后，肯定是呼吸有点困难嘛。后来呢，我儿子进来以后呢，我知道他说有得了这个毛病以后呢，我说我拿点量子再给你吧，拿给他后来告诉我，他一抓到手上的一瞬间呢，就感觉力量就上来了，一瞬间就感觉呼吸就缓过劲来了。哎呀，这简直是神仙水啊！我叔叔是不信这个事情的，我给他那个，给了他油光添加剂，放了几年，再给他的他也没用。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他那个侄子啊，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他的侄子修汽车，搞汽车之类的，还有什么其他朋友之类的，他也没拿出来。偶然是看到这个，哎，那你拿去用用了，哎，人家说用了非常好的时候。既然我叔叔对我说，哎，我朋友说用了你那个添加剂个有点效啊，说了这么一句话，既然呢，改了很多年以后，然后说了一个有点效果啊，哎，有点不高兴了啊，太小看我这个产品了。然后我婶婶说了一个用了量子水一个就效果特别好啊，效果特别好，就一下子就人缓过劲来了啊。当然了。这里原来是后来的临牌才知道，他是被那个骆志清呢，在临界啊用针筒啊抽了那放射性污染物稀释了那个以后啊千分之一的浓度就打到他胸部的时候，有放射性污染物这千分之一浓度在那边的时候，就让他得了那个肺部抵抗力下降以后，抵抗力一下降以后，那么。内溶杆菌也在里边生长了，结核杆菌也在里边生长了啊、哦，所以这两项也治不好，医生。然后呢，再讲那个然后呢得了肺癌，然后呢医生呢一手术跟他手术以后呢就切除掉了啊、哦，前面过程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所以呢，我给他量子水以后，然后呢我的那个小的堂妹经常到我家里来。拿那个量子啊，他说我妈妈用了特别好，用了特别好。我那时候那我就是你用的好嘛，我就送给他了，送了几给他呢，他来了我就都送给他那个我那个堂妹，他说哎呀我要给点钱给你啊，他说我现在工作挺高的，我也总是拿你也不好意思啊，反正就这样用的特别好。但是呢我叔叔啊就是不动脑筋。他就是认识了一个医学博士啊，他说医学博士，好像留美的医学博士回来以后呢，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呢，说要给他化疗。化疗呢，我婶婶不愿意去啊，我也给他说这个化疗没有任何好处，你看那个现在我用了以后，婶婶亲口讲，现在好好的，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啊，而且有了量子水以后，他那个呼吸啊什么各方很多方面就恢复到。手术之前呢、啊，那你看那个我婶婶我自己，他自己描述这个情况，我那个小的堂妹也告诉我了，因为那个大的堂妹呢，因为她自己也生病嘛，就是很少到我那边去，那个小的堂妹呢，因为上班就在我附近嘛，所以呢，会路过我这边就，知道情况多一点，然后嘛，我叔叔既然就是。把我婶婶送去化疗去了啊，因为那个欧美人的体型要比华人要大嘛，所以那个医学博士用的量剂量非常大啊、用的量按照欧美人的那个标准用的剂量，而且我叔叔是对他说你剂量加大一点，这样的化疗效果好点。我叔叔一窍不通的医学，就瞎指挥，然后就是给他化疗的时候，针插上去半小时就去世了啊，我婶婶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呢，那个后来呢放到殡仪馆里边嘛。然后，事后，我跟着我的那个堂妹啊，就去了殡仪馆，看到我婶婶的时候，头发全白了啊，
没有一根黑发全白了，没有一根黑发全白了。那我就问我那个他们，我说你妈妈在医院的时候就白头发了，因为我原来见到的都是黑头发嘛。他说不是的，在这医院那个去化疗之前送过去的时候全是黑发，但是放在那个殡仪馆里以后，这个一放以后就全白发了。哦，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了，医学上人家就我动人家不会动这个脑筋的，看到白发也就忽略过去了，但对我来说这都是超乎异常的情况，我就特别注意。哦，恍然大悟，原来啊人头发本来是白的啊，然后那个头发里面分泌了一种东西啊，黑颜色的东西啊，然后才变黑的啊，哎，才变黑的，人要不断的在里边分泌进去就变黑了啊，然后一旦不分泌了就白了啊。你看那个才过两三天，人去世两三天就没有那个东西往里边黑的东西往里分泌，就头发全白了就。那么人为什么随着年龄增大以后变成白发人了啊，体质差了就分泌那个黑的东西啊不够了啊，分量不够了，那么才引起头发变白啊。我就这件事就知道这个啊，那次就是就是那个火葬那天嘛，就是我和我弟弟反正呢都过去了啊，都去了，因为在深圳就没有其他什么亲人之类嘛，那就是这个事情了、啊、所以那个然后我排我排我那个排我那个大的堂妹的时候，他那个女儿的地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个陆志清了、啊、在临近啊就给他那个阳间呢、啊、打到了这个放射性污染物千分之一的剂量达到了啊，所以他得了那个得了那个肺癌。这个事情是怎么被他打到的，但临界直接穿过了也可以，但这一次呢不是跨得很距离穿到的，是我叔叔的妈妈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就是把骨灰啊埋的时候就到了陆志清那个坟那边，到了那边以后，然后他就是我婶婶那边主胸部被注射到了那个千分之一浓度的放射性污染物啊，他后来就得了肺癌。然后我叔叔呢，我因为我临盆一亲眼就看到了我叔叔的那个右下腿啊也被陆志清注射到了那放射性污染物，所以呢他走路的这实际上有个轻微的一拐一拐的啊，那天我临盆看到了啊，排我堂妹的大的那个堂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是这一幕以后嘛，是啊，我打电话给我叔叔，你那个你腿隔了一两天嘛，我打电话叔叔，我说你那个右腿好点没有？哎，他说我昨天请那个按摩小姐按摩了一下，这个腿现在不水肿了，好了，走路正常了。他既然把那个这个功劳就归功于那个，归功于那个按摩的人，给他说按好了。实际上是临牌的时候知道了呢，陆志清要传这个消息出来，消息一旦传得出来的，解开了以后嘛，他就再也不用那个放射性污染刺针筒刺他。啊，对了，我原来也以前一直在讲啊。我说那个陆志清在我屁股上面在沟通的时候，那段时间就屁股上刺了一针，也被刺了一针了，也被刺了一针了，就同样事情嘛，到处在向阳间的人刺了一个放射性污染刺到人身上，他目的不是在害人家，他就是要把这个消息传给阳间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原因啊、哦，所以呢，难怪我屁股那边刺痛了，又回到这上面了，回到这个信息上啊。回到这个信息上，原来也我也被刺到了啊！原来我就讲了这个事，我这个事就是忘掉了，现在就，又想到了，哎呦，我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个看到一个耳鸣了，突然想起了原来是被针刺到了啊，也是被针刺到，回忆到这个事情上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因为这个破解开的时候，我已经在二零
2013年了，2013年3月份的时候了，才破解开，破解开，家属里边曾经有这么一个事，骆志清，然后中了放射性污染物，然后他要把这个消息传到人间来，做了一系列动作，然后，然后在，这里边，就把那些我投胎过来，为什么投胎过来，是干什么事到了江苏启东，然后前世在日本，这一点当中就搞明白了啊。这是到了2013年了啊，我那是医学院的1985年，镇江医学院在1985年到1990年在那边上学，然后呢，那毕业以后呢，先分到那个，因为60以后就去了那个农村，乡卫生院，后来因为我有特殊的那个，日本那边的关系，日本的关系，然后就调到那个，调到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啊，调了人民医院去以后呢，我期间呢，我跟市长写了封信。我一直是以为我写了一封信，才叫到那边的，大概半年前，我弟弟啊，去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的学生，但他也退休了啊，退休了以后就在聊天的时候问问我情况怎么样，说在美国怎么样的时候，那个老师啊，因为那个后来是他们在人事局里边当那个局长嘛。他一直没讲一件事情，才到了那天，也就半年前，同我弟弟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说你的哥哥好厉害。”他就问我是在美国情况怎么样，他说好厉害。当年，你就分到那个乡卫生院，一下子调到人民医院的时候，居然是外交部通知过来的。哎呀，外交部这个事情呢，我也知道，是因为那个要接待那个日本苏老协会嘛。当年是60以后的，到了1990年。60以后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制裁以后，外国就没有什么代表团，到那个中国访问去了。然后呢，那个，他们邀请以后呢，邀请了日本书道协会，到中国来，然后到人民大会堂，去交流然后呢，安排了同中央哪个见面之类的啊。然后我的名单就在那个日本书道协会里边，然后他们因为那个谁过来之类的人什么情况之类的，上面，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嘛，然后就通知到，启动的时候找我人的时候，找我人的时候居然在乡卫生院啊，在乡卫生院，正好这个时候呢，我也给那个市长写了封信，正巧合嘛，巧合到一块的时候呢，我以为是我写了这封信，才把我调过去的，然后呢，从那个老师那边呢是他是人事部的嘛。县人事部里边的，然后接到了那个说外交部直接通知过来，是叫了安排去北京啊，叫了安排去北京的时候，一看啊人在哪里，说在卫生院呢，那身份证也没办，什么也没办，你到北京去的时候，因为那是还在戒严期间嘛，那你还要工作证之类，哪个乡卫生院连乡卫生院工作证都不会有的。然后急急忙忙就是一天之内把我就调到那边，给我办起身份证来，什么证件的啊，那临时身份证啊，然后调过去了。所以呢，我们得到两个不对等的信息，我以为是我写了一封信，引出来的事。然后呢，后来我那个，我弟弟告诉我，半年前告诉我呢，是他们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啊，外交部的这个通知以后，然后是直接就哦，也就是说同一件事情。是实际上两条线啊，当然我只知道一条线啊，当然我那个老师他不知道我写了一封信啊，写了一个市长啊，实际上这个写信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外交部说有直接有个函过去的啊，这个半年前知道啊，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因为后来我去了人民医院工作，在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呢，应该工作的个应该是。门诊上那个，反正一年左右，不到一年，或者一年，反正就一年左右吧，就算。因为我总共在那边待的时间不长，一年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个女的，急急忙忙的找我啊，我在那个应该在内科还是急诊科啊，那个女的急急忙忙找到我了，她说我是你家的亲戚啊，我认识你父母的，但我不认识那个女的啊，她说我的哥哥刚才。骑自行车啊，带了人上一个桥的时候没下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腿，像一下子就，好像腿里边筋断掉了，是痛啊。
哎，痛，他告诉我这个事啊，说急急忙忙已经送过了。哦，我在内科，因为我不在急诊科，如果急诊的话，应该我先应该见到他们，应该送到我那边才对。那么我在内科病房应该是啊，他告诉我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去看了一下，我手一摸，他的脚是冰凉的啊。那个人还向我打了一个招呼，那个男的是他的哥哥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农村不是有公共汽车站吗？公共汽车站下来的有的人还要走路，就没有出租车那个年代。那么他哥哥就骑自行车送人到目的地收费的那种啊，3块4块钱就让给送到目的地的，就是，然后就骑着这个自行车，带着一个人上个桥的时候，他没下车，没下车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腿一动了，痛啊，那个腿痛啊啊，突然那个腿痛以后就，然后就不行了，痛得不行了啊，然后就送到那个我们人民医院。送过来的时候，那个人就找我了，他急急忙忙找到我，他说是，他是我家亲戚啊，实际上我不太认识啊。他说，我好像他说骑自行车，哎呀，这个人是我见过，因为我原来那个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见过这个人，在那个公交车站那边后等候着要拉人，那个我见过这个人，我一看就知道啊，但我不知道是我家远亲的啊。然后呢，我。连忙就他在急诊嘛，急诊的，然后那个急诊也是要受到那个住院了。是住院的时候，我连忙也找了那个外科医生，我从他打了个招呼，说我家亲戚。然后呢，接下来，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我是应该是急诊，是在急诊，但是呢，我现在不记得到底是急诊还是那个，反正我。不是在我手上接到的，是他四个找到我，应该是病房，对对，没错，是在病房。然后那天晚上我上了夜班，上了夜班以后呢，到第二天早上呢，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交完班以后可以下班了。实际上我没有马上走，没有马上走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又来找我了，就是来找我了啊。她说她的哥哥经过一个晚上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我上辈的啊。应该来说按辈分来说是我上辈的，就叔叔辈的，然后呢，告诉我，他说那个昨天晚上经过夜的看栓塞啊，他认为是血栓堵住的那个血管嘛，夜治疗以后就没有任何进展，然后是要转到那个南通市附属医院去，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救护车送过去啊。那我说，那你要去要转院的话，那我说我正好下班了，我说跟着救护车过去吧。那既然说是我家的什么亲戚之类的，那我就跟他带过去吧，因为他到了那个南通那边人生地不熟的，我从启东人民医院转到南通人民医院去的话，大概70多公里路嘛，都要到那边了，到底多少，应该70多公里吧，70多公里或者说反正100公里以内吧，那我说我跟他救护车一起过去，我就连忙就是跟着救护车过去，送到那边以后也找了那边熟人交代了一下以后，我就跟着救护车回来了，这么一个事。后来那一个星期以后我回家了，回老家，因为我家离那人民医院，我家人民医院离那边30公里嘛。我妈妈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这个人，到了送到南通人民医院以后，没有好转，这个截肢掉了啊。你可就是因为呢，只是因为骑自行车没下车啊，这个导致了截肢。这个事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是90或者91年的事啊。截肢掉了啊！后来到了，对啊，90或者91年的时候，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临牌我堂妹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叫陆志清的送了放射性污染物，他在给人家那个，从硬件打过来那个针筒上打了放射性污染物，来让人们知道。曾经用放射性污染物飘到中国来的那个情况，原来那个人腿啊，突然说一下子痛的不行了，以为断了什么，原来是针打过来的，一针从那个淋巴打过来嘛，就然后就痛嘛，一痛以后嘛，医生认为这个是这种痛啊，以为是血栓，因为找不到什么原因，那痛解决不了嘛，就把它截肢就截掉了。那这个事情到了差不多到过了22年。才把发生这个事22年以后，通过临牌才解开这个谜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就不会，不能够，没办法解开，啊，你想也想不到的，只有明白，啊，原来告诉我这个事啊，是一根针，啊，一根针刺过来的事啊，一根针刺过来的事，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发高烧，啊，虽然不是，应该也是发烧了吧，啊，发烧以后，然后啊，主要症状是屁股那个肠胃接肿。这种怎么也好不了啊，就一直肿啊，一直肿啊，一直肿啊，原来也是从临界打过来的啊，肿啊，肿得很厉害，然后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力气了，连洗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也就开始生病了，也同样的是也是陆子清打过来的，是那个针嘛，现在就又提醒我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啊，连贯起来就告诉我这个放射性污染，我实在太严重了啊，对地球人的影响太大了，光人家要传一个消息就费了这么大的事情啊，然后再说到那个博士，无意当中也卷到这个里边去了啊，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一个情况，你总有我，我总有你啊，我们这边的信息应该又在他身上啊，这个我还没去核实，但他的信息，变形金刚的信息好多都跑我身上来了啊，跑我身上来了，现在就是分不开了，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那个他人还没出现的时候，日本妈妈还有嫦娥已经很大的信心就灌到我身上了，就相当于大附体这样的，我已经就沉浸在这个里边了，我也脱身不了了，已经啊，就没办法，只有继续做，他呢，因为不知道这些来龙去脉，不知道那么多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我没有这个愿望，以为我盯了他，可能他没想过的事情。或者，嫦娥要表达的事情他没明白，或者他上班太忙了，我还没表达这那一个，他误解了啊，误解了啊，这里面好多好多信息啊，人家那个信息都要就把它要归位啊，谁的信息是谁的啊，该处理的处理掉，才能搞明白啊，那么就把身上的病痛一个个把它拔掉啊，有好多都是信息啊。来自谁的信息归位到谁这身上啊，那么就了了，他身上都是病啊，好像都全身都就体力也不好，就是现在因为我经过自己这么多临牌以后慢慢好转一点了，他就是处于原始状态，那个生了好多病啊，然后呢又要让他那个让他就是算了，干点事情到外线上去吧，按照他这个体力和人际关系在地球上是没法混了，就是相当于这个意思啊，好知道了啊，好知道啊，好再见啊，再见啊。